这咋地呢啊儿子啊，你是咋事儿啊，你这小发型啊让风吹了。现在给他喂水奶呢，因为晚上的时候我都起来给他喂，就是我自己喂他奶，然后他两边都能吃好长时间，也能吃的挺多的，然后一到白天他就一直睡觉，然后一喂他吃完一面就不好好吃了，刚才也是吃完一面睡两小时觉，起来再吃一面再睡两小时觉，然后又饿了，我说这回哥先不给他吃那个我的，要不然他这么吃的话慢慢的胃就变小了，感觉得让他一下子多吃点把胃撑大了，然后呢他就可以再吃我的时候就好好吃。幸好晚上不那样，晚上吃完一面的话给他弄醒了之后了，他就再吃另一面。你看这白天一吃水奶瞪大双眼，一来我怀里就光光睡觉，这咋地呢啊儿子啊，你是咋事儿啊，你这小发型啊让风吹了。哎，这大眼珠子我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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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肚脐的那个也掉了，嗯，今天刚掉的。哎呀，这小眼睛，妈，这一瓶都吃了？这瓶吃完了。这瓶？吃这都不够，一瓶都不够，六十根本不够。啊？哦，还得再吃二十才能吃。哎呀妈呀，那咋整啊？还得吃点我的？哎呦妈呀！吃了真是个。那这么能吃啊？这家现在能吃六十多，八十多。那得好好的吃，老大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喂，然后他就吃的少，我的奶又没有妈，他就跟他这么吃，老大的时候就会合喂，对呀、啊、那老大的时候，老大的时候不知道吗，还老大就长得小，你看老二那肉可结实了，长得也敦实，老大那时候就不会，天天半夜就喂一面，睡着了睡着吧啊睡吧，然后再喂一面睡吧睡睡睡，不用管了，对，他没吃够，就要把他弄醒搞醒啊，再吃，比方说牛肉，得吃两波宝宝才能彻底的吃饱。啊、如果你就这样子一吃，根本吃不饱，是吧？的原因不是他吃饱了睡了，而是他吸奶吸的累，累的睡着，累的睡着了，宝宝的力气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就寻思，就混养挺好。他万一没吃饱我的，吃点水奶，水奶效果更好。哦、啊，效果水奶比奶粉更容易吸收，更接近于母乳、嗯、因此上新生宝宝就不建议吃奶粉，在美国都建议吃水奶，有的有条件的情况下，在美国大部分的宝宝就不几乎不吃奶粉，是吧，过了月子才能吃吧，过了月子可以啊，过一岁两岁，有些二宝现在都能吃，人家分段的和奶粉一样啊，就二啊都可以吃水奶的，哦，二宝现在都可以吃水奶的、啊、还有有一岁，比方说半岁一盒，知道吧，哎呀，就分段着的，那你可费钱了，你这是、哦、那当然了，水奶比奶粉的贵一点啊，贵一些让它消化好，嗯嗯，宝宝更容易吸收，嗯，这一瓶全吃了60毫升，哎呀妈，我记得老二时候吃60都喝了，对呀、啊、都十多天了才吃60，才第八天的，嗯，就吃这些个，没问题，哎呀，长大个儿你啊，哎呀，很正常，这两天有点红屁股了，然后可能是那个尿不湿搞的，也不知道是咋回事，还是我上火了给他整的呀，然后抹点那个啥，看好多了，还得每天给晾屁股，这瞅啥呢搁那花瞪大眼睛，这怎么比昨天颜色还要浓呢，你快给我找个别的碗，我的妈，这个有点吓人，这个是阿姨煮的生化汤，但是喝完之后确实就是恶露下的比较多，因为前两天我那个恶露都没有了，就一点点，然后喝完这个之后又开始下了好多，有用是有用，我的妈，你赶紧给我找个别的碗，这怎么比那天的还要黑呀、啊、这是那个生化汤吗，生化汤，我这个我今天熬的时间长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味道更浓啊才好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可是不行啊，哎呦，因为这个碗大，因此上对呀、啊、给我这一碗，对，再倒点倒点也行，对，前面次喝多些，哎呀好了好了好了，少一点，哎呦妈呀。
大家有喝过这个汤吗？直接熬的时间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跟一碗大汤药似的。姐妹们，让我先干为敬。改了。还别说，这生化汤确实挺好用，喝完了之后确实那个排的比较多。大家如果没喝过的，建议各位在坐月子的姐妹们去喝一下。他们把桌椅子都给撤旁边去了。不是，我就干过炒锅呀。晚上爸爸给他们做的炒牛肉，就吃爸爸做的饭。别人做的都不吃。阿姨做的也不吃，我做的也不吃，就是他爸做的。他还在这儿睡得迷糊着呢，这两天有点笑你，哎呦笑你，有点黄疸，然后也有红屁屁。哎呀，希望快点好了吧。那是我这上火给搞的吧，不知道咋搞的。黄疸的话，反正就得多吃多拉。嗯，这小嘴儿。